各位朋友，大家晚安。中央气象局在今天晚间八点半发布今年第六号中度台风烟花的海上台风警报。现在我们要开始进行今天7月21日晚间8:40中央气象局防疫期间第六号台风烟花海上台风警报记者会直播以及媒体线上采访。大家好，烟花台风今天晚上八点的位置在台北东南东方大约540公里的海面上，过去它的强度从中心每秒38公尺的强度增强到每秒40公尺，而它的暴风圈也从180公里扩大到200公里。我们预估未来它在向西的过程当中，它的强度倒还是有增强的趋势。而在向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醒未来24小时之后，它的暴风圈也会接触到我们的东北部跟东南部海面这些地区。我们要提醒这两个海面的作业船只一定要严加戒备。除此之外，在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地区还有马祖地区这些地方都有长浪发生。那么在西半部跟东北部跟东部地区也都会有8到9级强阵风。而说到台风逐渐向西靠近我们的影响，其实今天在白天我们从雷达回复图上面可以看到，不断有一些云系移入台湾，尤其在北部地区下雨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在时间上已经越来越频繁。除了这些地区以外，其实在中南部、花东也都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降雨，而这些降雨今天一直到明天会越来越持续。我们从定量降水预报图告诉大家，预估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在整个北部地区它的下雨还是比较明显的，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除此之外，在中南部地区跟花莲地区也都会有些局部的降雨发生。明天白天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降雨依旧是比较持续，特别在山区也都要留意。那么中南部跟花莲依旧都是比较偏向局部的短暂阵雨。那么至于在台东跟澎湖、金门、马祖，则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午后台东地区还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情形。我们要提醒，北台湾这样的降雨来说，在周四一直到周五、周六会持续，而且会越来越明显。预估在周五到周六这段期间，整个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降雨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南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特别在周五到周六台风相对是比较接近的过程当中，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这要提醒大家的。最后我们有一张图为大家做总结，从烟花台风未来持续在向西移动的过程当中，那么今天晚上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刚刚我们提到北台湾北部宜兰晚上的降雨逐渐的增加，另外沿海的风浪会逐渐的增大。明天台风在接近的过程当中，北台湾的风雨逐渐增加，中南部也有一些风雨开始会出现，特别就是在沿海、在空旷的这些地方，可能都会有8到9级的强阵风。周五、周六台风影响最明显，要注意强风豪雨的情形。特别我们刚才提到北部山区要严防豪雨以上的剧烈降雨，那么在中北部、东北部地区、南部的山区也要注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台风周日的时候已经到中国附近，并且开始之后逐渐向西北远离过去，到时候我们要注意西南风可能带来一些比较不稳定的环境，西南风可能对中南部地区带来还是有一些短暂阵雨发生的情形，其他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降雨发生。我们要特别提醒，台风现在逐渐接近海边，都已经有长浪发生，沿海的风力明天开始增强，北台湾的降雨也是开始从今天晚上开始越来越明显。未来台风虽然在接近的过程当中，从过去的预报是有稍微比较偏北离一点点，但是我们还是要留意周五这段时间到周六整个台风在向西北移动的过程中是不是有其他的变化，我们都还会持续的观察。以上是这一节的最新气象资讯。现在我们进行媒体的提问，目前线上有两个问题都是由台视新闻所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是，目前有估计发路径的时间吗？会参考什么部分，像是路径？好，我们如果从路径的预报图上面要看到的话，预估在明天台风还是持续的在向西缓慢的在移动的过程，那我们到时候要观察周五到周六我们的预报
路径的预报上面在向西北移动的过程当中，它的暴风圈的南缘这边地方是不是有可能会接触到我们的陆地，这个我们就要再持续的观察。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台风还有可能再增强吗？还是说它最靠近台湾的时候一样是中台的程度，而目前一样是雨势比较让人担心吗？好，预估台风在持续向西移动的过程当中，这块区域的确是暖海域哦。那目前的环境相对是有利它发展的，所以我们刚一开始就提到，未来它的强度会增强，暴风圈也会逐渐的扩大。但是是不是会增强到强台，这还要持续观察。以目前的预测来看的话，目前是预估是一个中台的强度。而至于雨量的部分，刚刚也稍微提到，预估在周五周六相对比较接近的过程当中，中部以北地区、宜兰地区可能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尤其在北部山区还是要注意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好，由于线上没有其他提问了，我们这节的直播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看。而预计下一次的记者会是在今天晚间的11:40。谢谢。